师傅，为什么两个人明明当初那么好，后来却可以形同陌路呢？喜欢一个人是一万次心跳呼吸，也是一万次低头叹息。当初好是真的好，后来陌生也是真的陌生，都是缘分使然了。那可怎么办呢？也许再见到时还是会笑，然后轻轻地道一声好久不见。只是人成各，今非昨，谁都回不去当初了。